潘振从冬奥高球夺下铜牌，最强后援是他的妻子林盈君。太太随夫出征也是他的干弟，顶着酷暑不只负责背起重重的高尔夫球具。潘振从说，妻子非常了解他，在球场上也会给他很棒的提醒，是最完美的助攻。妈妈媳妇你辛苦了，你说妈妈不会啦。啊，那个爱情的力量就那么大，我也没办法。夺牌消息传回老家，妈妈先感谢媳妇，但这解读既甜蜜，也让全场记者嘴角失手。提到儿子，妈妈则说他完全是苦过来的。我现在相信上帝有一句话啦，如果你要把一个囡仔训练到吼有成就，应该给他办的迄个准备做一种人，去所在一个成长啊。其实潘振从已经过世的父亲生前是在苗栗这家高尔夫球场担任场务，他的妈妈康月美到现在也还是同一家球场的干弟。潘振从5岁开始耳濡目染，跟哥哥经常拿球杆练球，家里没钱请教练，父母就在球场一块草皮上用拼凑出的球杆组让两兄弟练习，还发掘出了他的高球天分。后来代表中华队在杜哈亚运拿下个人赛银牌，这一年他才15岁。但小时候没钱比赛，爸妈一度在想是否得变卖家产。他妈，咱敢会使卖个币啊？我个币了，我真正爱卖产卖厝啊！哦，伊讲爸妈，阮家真快乐个，你搁听下这个快乐，咱又搁做老母，你就知啊。四大赛的比赛，先好拢得无挂线呢，这偌艰苦痛苦呢。后来他打出成绩，到美国读书，也在异乡继续追梦。成长过程一路的征战，有父母强力后援。到了美国，在各地也不是搭飞机比赛，而是跟妻子林盈君两人开车到处征战。不止节省经费，两夫妻也培养出了革命情感。2020东京奥运夺下铜牌瞬间，两夫妻拥吻夺牌喜悦溢于言表。TVBS 新闻谢谷金、李成佑、洪彩伦、苗栗采访报道。